哎，走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考的？赶紧的，赶紧的！哎，怎么样啊？不知道。哎，什么叫不知道啊？那荆州那领导怎么说的？到底？对对对，没说什么。你听其言，观其行。你没看他们什么反应吗？就他们的眼神里头，有没有那种兴奋和期待？都很平静，看不出什么来。怎么能平静呢？他们，哎，加油！哎，老三，加油！哎，加油！行，陆教授，陆教授好，老师见过荆州化工的领导了？见过了。我把你的毕业论文给荆州的刘总工看了，他非常满意，连声说了好几遍，后生可畏。多谢老师推荐。荆州和老刘可算讨了个大便宜喽。陆教授，陆教授好，您慢走。哟，好消息啊！这可是好消息。